啱啱呢個戲咧，咁我哋就係、是、飾演柳夢梅嘅係一個好熱心粵劇曲藝嘅票友張榮。咁佢為咗呢個戲咧，就係、是、請咗洪海老師咧為佢係編排做手啦、啊台步啦、嗰、那個行走嘅身形嘅嗰啲各樣啦。咁而咧亦都請咗佢嘅曲藝老師，就著名平喉唱家黃德正老師咧，就同佢係指導個唱腔嘅。咁咧就淨係呢點心咧，我哋覺得佢係非常之用心。不無論點都好，我哋都要俾啲鼓勵掌聲佢。咁我哋好開心啊！邀請到年青花旦曉如咧小姐咧，就火拍佢做呢個《牡丹亭驚夢之幽媾》，唔阻大家欣賞啦！掌聲咧，歡迎佢哋兩位。See ya!
那首送远迁，还是君唐诗，是白头吟，还是痴心梦，更到分明似掩言。远观自在若飞仙，他年得降禅宫客，不在梅边，在柳边啊。
一定係雨打竹簾，風搖鐵馬柄啦。唔係噃，真係有人拍門噃。門外邊位拍門啊？师姐，佢送茶问暖顶啦，朝阳师姐，好夜噶啦，唔使茶啦。咁又系嘅，人哋一番心意，不如我接个杯茶，打发佢扯把啦，嚟啦！鬼影都冇隻，唔係啦，我都係翻入去瞓覺好啦。老公，嚇？呢位小姐，我要你素昧生平，點解你會識得我嘅咧嚇？老公子，素昧生平都認可相逢無類。咁相逢，又何必問相識呢？啊，好似緣裏仙，光間襯，佢輕弄江沙，輕弄江沙，莫非冷煙揮月華？他雨中景緻迷途，迷途。放孝情花再萌芽。
天师天师未嫁，咁就亦把缘也方份也呀。想我由心中敬下，想下由心中敬下，点解会相见相见在天师下？走文成
梦中佳人。我是黄粱客，小楼阁等呢道仙茶，前单清座亮门，虽未有十红娘珠，望他日闻阿张有家，不在梅边，在柳边。若许梦红能接柳，做一个前中客，要才华。我带着一表寒酸，两袖清贫，拜上皇堂下婚嫁。不是，我红烛衬衫归来夜晚，我今日太受堂中，不容一个白衣的女婿了。兰香归于身在俏无人，咁小姑居处就梗系俏无人噶啦。星牙床。不曾缘客到，待郎彩蝶舞菱花。花时有情花，嗟我未成名。Thank you.
同志来登饭。